好啦，金刚石中福者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六场四班千四米的路程，准备一大二。好，你一开闸的时候前面快的嘛，看到中档位置中福者在出面还有一只得益良多，内栏那边金刚石中间走上去还有电信火箭乘势欢心，内栏粉红衫还有一只有盈利，大约跟着的第七位就顺意宝，再后面内栏就七十七十，出面黄衫黄帽大约尾六到还有爱添城，尾五内栏摄了入去六上飞驰，在出面还有一只热血斗士大约尾五到，后面的马暴风侠尾三，包尾一对塑料起和一只就出奇宝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呢个香港太远湾啊，中福者咧就放头嘅，得益良多咬住第二啊，电信火箭已经向呢个第三啦，第四位乘势欢心啦，咁啊内栏第五仲系有盈利啦，中间金刚石出边咧就热血斗士咧就慢慢上咗啲啦，马林中间顺意宝啊，响外边黄帽黄衫嗰只就爱添胜啦，后啲嘅马七十七十六上飞驰啦，尾三系暴风侠，后边嘅马仲有塑料起啊出奇宝嗰啲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中档位置。金刚石啊，再在入面上紧嚟，有乘势欢心、电信火箭啊，中档仲有得益良多，响外边追就系呢只咧陆上飞驰，马林中间揾乜嘢顺意宝啊，最后百零米透出嘅马外边陆上飞驰，压入去嘅马咧仲有呢只热血斗士啊，中档位置仲有电信火箭、金刚石嗰啲，接近终点陆上飞驰打搭赢添啊，跑第二名热血斗士，第三名咧系电信火箭，第四名金刚石啊，咁啊结果呢只陆上飞驰头段放弃咗啊，贴咗栏。跟住转弯右西出去，好大步嘅马跑第二名就系三号嗰只热血斗士啦，第三名应该系嗰只电信火箭啊，咁啊第四名系金刚石。之后陆上飞驰啊，临尾单七点九倍咋，咁啊再赢一场啦，咁啊骑师李敬国，第二名三号热血斗士杜美尔啊，咁啊都落飞马嚟嘅，第三名咧又系落飞马，十二号电信火箭何泽尧，第四名咧冷门啊九号金刚石史卓峰啊，呢度廿倍啊跑完得翻。同上次差唔多，差零蚊。打一搭赢啊！头先沙圈嗰时好冷噶嘛。李敬国今日醒啊！又喺外边一冚过晒。嗱、嗯，顺义波跑唔翻啦，唔争得远。我哋睇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七号嘅陆上飞驰，独赢派七十九蚊，位置派二十四蚊。跑第二名系三号嘅热血斗士啦，位置派三十一蚊。跑第三名咧就系十二号嘅电信火箭啊，位置派十八蚊。连赢位三搭七派三百七十九蚊。三重彩七号、三号、十二号顺序派三千四百七十五蚊，单天咧派四百七十六蚊，位置 Q 三搭七派一百二十蚊，七搭十二派六十九个半，三搭十二派七十六蚊。跑第四名。就是九号嘅金刚石，临尾啊落飞啊得手啊，又一次连续两场落飞喎。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嘅系 A 二啊，又系 A 二啊，隔夜半热门啦，派二十四蚊，好多饭啊，咁开好多场 A 二，系啊，咪走位就得好啦，咪放喺头段蚀咗埋栏啊。李敬国。今日起码啦，
上季啊成日近嘅馬都係爭啲運氣，今季啊話喺兩場搞掂咗啦。成日都幾好分嘅，李建國啊，咁多落飛空間都仲有79啊，成日笑笑口咁啊，冷殺手嚟嘅。啊，咁咪連馬師帶曬煲胎真係精神啲喎個樣。四年雲月嘅派彩，三號、七號、九號、十二號派3835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七號、三號、十二號、九號順序派78056元。咁啊，今日正常地熱血鬥士都跑翻好啲啦，再啊。其實佢個際遇都好差啊，嗰熱血鬥士。係啊，係翻到嚟三搭咁都幾強啊，呢只馬一路蝕住蝕住咁走。嗯，直鏡都可以睇下佢啦。今日騎內睇下冇個內閃咁嚴重先。之前啊，記得杜美宇都一係警告啊，停賽啊，都係呢只馬啦。翻嚟復榜，今日姚本輝又贏啦喎！係啊，旁邊就有仔仔啊，姚浩峰，佢嘅富列馬斯。巡邏影片睇翻啦，十四檔啊，陸上飛馳起步咧都係決心 drop 落個尾度噶啦。咁另外嗰只出奇寶咧出閘都唔快嘅。咁前面位置大我當中福者快啦，咁另外換咗人嗰只得益良多咧，真係都發揮得冇咁好啊，咁佢都快嘅。咁中間何澤瑤都好積極㗎啦，嗰只電信火箭壓住個好位啦。出面位置就乘勢歡心嘅，第五位咧就見到有盈利啦，內欄嘅。中間咧就係金剛石，後面順意寶啦，70/70愛添勝，沿路走三搭嘅就係嗰只熱血鬥士啦。尾四位置陸上飛馳，尾三暴風俠，包尾一對話掃料起包尾喎。咁另外出奇寶都喺後邊嘅。头两段都有啲马走下噶，一度都个马群扯开咗嘅，所以头两段跑出都快咗超过半秒。第三段大家拍好车咧就慢啦，嗰度又慢翻半秒啊，所以呢度咧都见开始有啲马喺外边踩油。咁安添胜初上千四，咁啊转弯啊移咗出去，咁啊直路冲一冲又翻嚟唔好灌住啊，都可能输咗个路程啦。咁啊头马醒啦，变咗埋栏呢度先慢慢移翻出去，望空一冲就过晒。咁啊！電信火箭都冇跑錯，不過就冇咗賽前預計啲步速偏慢嘅形勢啦。咁啊，開邊熱血鬥士今日都唔係話好閃，咁啊都算操控得唔錯啦。好啦，第六場啦，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派彩三搭七派120元，七搭十二派69.5，三搭十二派76元。组合独人三拣一啦，胜出嘅系 A 二啊，隔夜半热门派24元。四连环三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十二号派3835元。跟住系四重彩啦，七号、三号、十二号、九号顺序派78056元。第五口孖宝啦，头关三号美军七号派741.5，头关三号美军三号咧安慰奖派130.5。好，三 T 嘅派彩啦，今日有人中嘅系派2148603元。三 T 安慰奖啦，美军任何组合咧就派7691元。好啦，咁啊，三 T 都中唔曬喎，今日咁啊，會有超過128萬嘅多寶彩金啦，將會撥落去10月27號嘅三 T 彩池嗰度嘅喎。分段時間：頭段13秒26，第二段21秒48，第三段24秒01，末段22秒92，總時間1分21秒67。